准备了一个鸡肉，这是用来钓螃蟹用的。我真的很期待我能捞到很多螃蟹。问你一下，今天我们能捞到螃蟹吗？能啊。应该能是吧？对。好，看看我们的运气吧。OK。好漂亮哈！好漂亮。我们，你们看，我们现在把网子和那个鸡骨头放进了水里，准备让螃蟹上岸。库莫尔这个地方，库莫尔 River 这个地方非常美，水也非常干净，也很蓝。这个地方真是一个好地方。真的很美，风景如画。现在我们找一个更适合下网的地方。下网捉螃蟹有一个前提，底下要特别的平整，这点就很平，对吗？然后我们找一个平整的地方。这样都好，这样都好。这个湖是不是很美啊？这个叫 Kumara River， 然后附近有一些高档的别墅，拉近一点，别墅也不是很贵。再往那边走走，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下网的地方。水凉不凉啊？水不凉。这个水里有鲨鱼，快点上来。这些河流都是跟黄金海岸的外海相连的，总是听说这些河里有小鲨鱼，然后附近居民家的狗很多都被鲨鱼吃了，所以岸边很少有人养狗。OK， 就在这边下网吧，再往那边走走。对。我不下。我穿的鞋，我不是穿的拖鞋。这个水，我觉得这个沙子特别黏。是吧？这点我看看可以不可以。对，这点，这点最好的，这一点是最好的。好，记住，一会儿咱们上这儿来下网。你看这底下多平啊。OK， 就这里。在那儿半天也逮不着螃蟹，所以呢，我们来到桥底下，这个上面叫大洋路，在昆士兰的部分也叫太平洋公路。我们在这个桥底下，这个河水呢是 Kumara River， 就脏了很多。刚才那个地方的水太干净了。哎，我问你那句话老话怎么说来的？水至清则无鱼。哎，对，水至清则无鱼。所以呢，我们来到这个地方，然后
我们在那儿逮呀逮呀，中。现在已经下午6点了，不知不觉太阳都落山了。这条高速公路，这个桥是悉尼到布里斯班的 M1号高速公路，也是澳洲最繁忙的高速公路。这条高速公路在维多利亚被称为大洋路，其实在这里呢也可以称为大洋路，因为它叫太平洋公路嘛，也是大洋路。在这个大洋路下面，今天我们只钓了一只螃蟹，不过说实话，我们出来的时候还也没打算说能够钓到什么，也是做一个实验。其实呢，现在是孩子的假期，哇，这一个开摩托艇，孩子的假期多陪一陪孩子，对吗？孩子长大是非常快，最好在小的时候能多陪伴一下，对不对？对。今天玩得开心吗？非常高兴。但是只钓了一只螃蟹，对不对啊？咱们现在有经验了，其实钓了不止一只螃蟹，我们钓了3只螃蟹。第二只、第三只呢？怎么样呢？你给讲一讲。小的，因为那只小特别可怜了。嗯，后来妈妈说什么？是啊，所以就放他们回家了，是不是啊？不钓小螃蟹。嗯，现在这条河上现在开摩托艇的越来越多了。Coomer River 非常非常的清凉，这条河呢，我们尝一下，水是咸的，是海水倒灌形成的河流。啊，今天是星期五，又要到周末了，然后整装回家。今天呢是中国的什么？小年儿。今天是中国的小年儿。这边的灶呢，就是说呢，灶台呢都不是煤气的，都是那种电的，而且电呢不是那么的热，所以煮饺子呢非常难熟，你知道吧？很乌吐水，很难煮熟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吃什么呀？咱们今天晚上改吃锅贴儿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回家我们包锅贴儿去。OK， 拜拜，拜拜，再见，拜拜。